湾区传媒体，全湾区都睇。大家好，我是梁学熙，我是薛盈文，欢迎收睇由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节目《湾区传媒体》。嗱，而家就是暑假啦，虽然天气热辣辣，但系都冇阻碍大家去计划去边度玩噶。如果你未 plan 好嘅话咧，唔紧要嘅，留意住我哋今日嘅暑假特别节目《暑假我话事》，一起去到全国各地睇下今个暑假有啲乜嘢好玩、好食、好去处啊！黐住我哋节目咧，包保会有丰富嘅收获。嗱，今日咧带住大家去到贵州桐梓。還有浙江杭州過一個熱辣辣的夏天，還要去一個熱門的城市哈爾濱體驗一下夏季冰雪帶來的清涼。事不宜遲，我們首先去第一個環節南北快閃。2024是中法建交60周年，近日法國百年時尚巴黎裝飾藝術博物館服飾與珠寶珍藏1770至1910年特別展覽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舉行。這個展覽展出近400件18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法國珍藏服裝、珠寶和配飾，其中絕大多數展品都是首次在亞洲展出。這些展品帶觀眾深入了解法國時尚百多年來的演變，並且探索多種文化的交融。苏州产的葡萄到了当造的时候，在昆山的一个葡萄果园成熟了的麦基葡萄已经准备上市。麦基是巨峰葡萄和夏克葡萄的结合，特点是香味浓、多汁。迟些这个产区的夏克、黑美人等多个品种的葡萄亦会陆续上市，几乎每隔一两个星期就会有新品种的葡萄推出给市民游客品尝。大运河美食非遗集市近日在杭州临平开幕，在美食展区既有杭州本地的运河糕点，亦有德州扒鸡、高庄豆腐干等远道而来的特色美食。除了美食，市集里面还展示了北京张家湾、天津杨柳青等大运河沿线城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技艺和文化创意产品，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场穿越千年的奇妙之旅。我要办春晚夏季大联欢活动最近在贵州桐梓县的村落开锣，斗舞、拉歌、本土特色节目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项目轮流上演，为多地村民和全国各地游客带来了一场原汁原味的乡土文化视听盛宴。这个系列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炎炎夏日，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为参观的中外游客降一降温。这个冰雪馆占地面积23000平方米，游客可以观赏精致的冰雕景观，还可以沉浸式体验冰雪和光影带来的奇幻和神秘。而哈尔滨的太阳岛风景区就建造了中国首间以冰雪文化为主题的专业博物馆，缩小版的比萨斜塔、罗马假日的电影场景等各式冰雕惟俏惟妙，令人忍不住要影低留念。Evanna， 这个暑假有没有打算带小朋友去旅游啊？会啊，因为呢可以增进一下亲子关系之余，又可以带着小朋友去学习一些平时翻学学不到的知识嘛。咦，如果想去广州玩呢，有没有一些好的活动介绍是老少咸宜的呢？我推荐大家去下广州动物园，这里可以学到很多关于动物的知识，而且入面有一对明星大熊猫，最近成为了一家大小的焦点，即刻一起去探探他们啊。星一和雅一这一对大熊猫表兄妹是广州动物园里面的明星，他们积极活泼，吸引了各地游客远道而来，一睹他们的风采。从江西过来，江西赣州。熊猫还是第一次见。哦，你是从哪个城市过来？浙江。我没见过熊猫，想看一下熊猫。啊，那你今天看到熊猫了，感觉熊猫怎么样呀？好可爱。就想着他，趁着他这个暑假过来放松一下，带他。小惠州那边。哦，因为是国宝，所以想看一下。大熊猫有着圆淡淡的脑袋、肥嘟嘟的身体，用内八字的方式行路，简直可爱到极啊！
呢对咁受欢迎嘅国宝喺夏日期间成为动物园嘅焦点所在，唔少家长、学校老师都会带小朋友亲临动物园探下佢哋。平时我带小孩嘛，就是跟他说了很多绘本关于熊猫啊这些方面的事，然后还有长颈鹿，我就说带他来看一下现实中的那个，让他多了解一下，对他的认知也有帮助。好多人以为大熊猫只是食粥，其实他们还喜欢吃苹果、南瓜以及特别制作的窝窝头。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生日那阵，饲养员还会为他们制作丰富的大餐。嚟紧八月尾就正系星一同雅一嘅11岁生日，想要参加大熊猫生日派对嘅朋友咧，就要留意广州动物园嘅资讯啦。睇完国宝熊猫，跟住就同大家去睇有趣嘅玉雕刻啊！嗱，你讲嘅呢一个玉雕刻咧，大有来头噶，咁佢就系广东省博物馆嘅镇馆之宝——广宁玉雕白切鸡啊！冇错啊，佢而家经过设计师嘅妙手之后，仲变身咗成为多款有趣嘅文化创意产品，我哋一齐去睇睇啊！油黄色嘅鸡皮、昂起嘅鸡头，仲有两只肥大肉厚嘅鸡髀。呢只玉雕鸡简直同煮熟嘅白切鸡一模一样，只有亲眼见过先知道佢有几逼真。江女士由江苏到广州旅游，专程过嚟睇下呢只网红白切鸡。说是镇店之宝嘛，然后就特别想看看。然后我们刚才还在猜测它到底是这边的盐焗鸡呢，还是做的那个白切，对不对？皮都有裂开的，比较。就是形象啦，写实。呢只玉雕鸡就系用广东四大玉石之一嘅广宁玉雕刻而成。广宁玉容易进行雕刻，颜色多样又好睇，为雕刻家提供咗好大嘅发挥空间。匠人在雕刻这个鸡的时候呢，特地去刻画了鸡皮的一个开裂的一个效果。它制作的方式也非常讲究，把这个鸡做熟之后呢。要迅速放到一个冷水当中，一冷一热的变化呢，会使得鸡皮非常的爽脆啊，鸡肉很嫩滑。我们通过这个小的细节呢，就可以呈现出这种非常独特的口感。呢件作品唔单止系博物馆嘅珍贵收藏，馆方亦为佢创造咗一系列文化创意产品。呢个玉雕鸡嘅摆件晶莹剔透，表面纹路刻画细腻，摆上广东人常用嘅铁碟上，高度还原咗广宁玉雕鸡嘅神韵。鸡有鸡味，代表住鸡嘅鲜味同埋原汁原味，系广东人对鸡嘅最高赞誉。呢两款玉雕鸡造型嘅香薰蜡烛，你又觉得佢哋会系咩味道呢？棕色朱古力的那个颜色，巧克力味的。黄色的话。檸檬味的嗎？在廣東，一隻雞可以整出很多種食法，白切雞、豉油雞、姜葱雞、椰子雞。今次設計師亦都係特登打造了呢一個掛件盲盒，用獨特的方式去邀請大家共享美味佳肴。幾逼真啊！得意，係啊，得意，係啊，我都係專程過嚟睇嘅雞。又靚又正的玉雕同埋文化創意作品，大家都千祈唔好走雞，不妨去到廣東省博物館嗰度睇一睇啊！以方娜，讲起夏天的水果，你会想到啲乜嘢咧？我咧就会拣荔枝同埋西瓜，唔知道呢两款水果你中唔中意食咧？哇，梗系中意啦！咁但系有啲朋友咧就中意其他嘅热带水果，譬如话榴莲啊、芒果等等。哇，咁就啱晒啦！咁嚟紧呢两个消息咧，就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中意荔枝又中意榴莲嘅朋友嘅愿望啦！我哋去一去东莞啦，听讲嗰度嘅荔枝咧而家当造，而果园嘅空气入面咧都弥漫住荔枝嘅味道啊！今天来拜访强哥的宾利果园，带我实现荔枝自由。可以啊，宾利的奇迹一名，它的冰清玉洁，就是说剥开以后那个肉啊晶莹剔透，已经能闻到香味了，颜色鲜红，然后里面又是这种晶莹剔透的感觉，到你的嘴里面那个肉已经化掉了。很甘甜，
它比我之前见到的其他的荔枝的核要小。对，它是很小的一个核。哇，我感觉百吃不厌，我能在这儿吃一天。强哥种植咗荔枝三十几年，多年嚟佢不断培育新品种，十年磨一剑就系佢嘅真实写照。不过佢所有嘅辛苦都喺冰荔被市场认可嗰一刻，全部被抛诸脑后啦。我的生命之中呢，切不了它，现在这个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一个品种，检疫的界碑，产值又高，带给所有的农户都一个很高的收入。当红红的冰荔好像繁星咁样喺树林中闪耀，另一边的观音绿就更加似一串串绿翡翠挂喺枝头上面。它这个好像跟传统意义上的荔枝不太一样，你看它是绿色的。啊，对，因为呢，这个观音荔它的一个最佳口感，就像我手上的这两颗荔枝一样，它是绿中带红，就是口感最佳的一个时期。甜而不腻，所以这个观音绿它是把甜度控制的刚刚好。哦，对。那这个我一天吃十几斤没有问题吧？哦，没有问题。不要看它这个小小的一个观音绿，它其实呢就是我们樟木头的一个致富果。通过我们樟木头镇政府呢，就是带领我们全镇的人民种植这一个原产地的观音绿之后呢，收益在10万块钱每户，带动我们全镇的一些农户致富。一啖荔枝三百火，不辞长作岭南人。苏东坡呢一句诗千载扬名，写下咗荔枝同埋岭南解唔开嘅情缘。而家夏天又嚟到啦，喺一片翠绿嘅树林当中，市民游客等咗成年嘅新鲜荔枝就喺度等紧大家啦。食完东莞荔枝，而家就出发去到海南，嗰度嘅榴莲当造紧，而当地咧就兴起咗一个种植新组合，就系榴莲同百香果啦。啊，榴莲同百香果可以摆埋一齐种啊，咁新鲜嘅？系啊，立即去睇睇啊！今年海南榴莲总产量将达到250吨，目前海南三亚、乐东、宝亭、五指山、陵水等地的榴莲种植面积已经超过30000亩。我拿了将近7个支园到广西的崇左那边去试种，那么这一个月我又拿了几个到四川的攀枝花那边去布点，也就是说实验室的情况下跟我们自然环境要结合了起来，那么这个是培养适合本地气候特点的一个品种。来到海南乐东黎族自治县的榴莲种苗产业基地，榴莲树下百香果藤蔓缠绕，这种种植方法不单止令到特色农业焕发出新的活力，并为农业多元化发展找到新的方向。乐东作为自带这个水果的种植大县，那我们给它培训主要是通过几个途径，我们这个体型模化，就是我们要实现这个种的这个和榴莲的产业的结合。虽然榴莲是热带水果中的贵族，一直备受消费者欢迎，但榴莲生长周期较长，前期资源投入大，相比之下百香果生长迅速，短期内就有收益。要做的产业的升级，但是升级的话我们也引进新特优，但是我们传统的产业的发展，比如说这个百香果啊，这个蜜瓜、西甜瓜等等瓜菜也是优势产业，那我们把它结合在里面，然后利用土地的闲置率，发挥土地的最大的利用率，来增加我们农民的收入。食完水果咧，我哋即刻就转去山西晋城啦，探一班活泼可爱嘅猕猴啊！猕猴系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喺山西阳城网河猕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30几年前开始，投食员就一直守护住呢一度嘅猕猴。多年嚟，投食员慢慢成为咗大家口中嘅猴王。60岁的张海林对着山上大叫了几声，上百只猕猴就由山间集合了过来。
佢撒落一啲粟米粒，一班猕猴就争先恐后咁抢食。而呢啲猕猴为拥有秀水奇峰嘅山西阳城蟒河猕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注入咗生气。我是去年八月份开始养猴，每天就是在这个水的最早尾巴去找猴子，每天早上起来去找，找到八九点把它叫回来，叫了老猴老猴，他回来刚让我回来，叫着这十一点在这个上面喂猴子，每天就是一直喂点玉米啊，老猴了就那个他在外边不回来了，就叫到了一直拿点馒头。水果也乱捡，该在外地，外地他就刚刚回来了。只要把老猴救回来，猴子全部都刚刚回来了。这一群他大概就是200多只吧。1985年，呢度嘅猕猴只有150多只，而且存活率60%。保护区成立之后，蟒河保护区管理局就选取咗其中2群猕猴，以科学方法进行人工投食补给试验。非常好，所以在这儿的生态是比较适合这个猕猴生长的。我来这儿也是第二次了，也是慕名而来。而家嘅蟒河山峦叠翠，泉水淙淙，猕猴增加到1000多只，存活率达到90%以上。Vincent， 你中唔中意露营嘅咧？梗系中意啦，不过要拎住咁多嘅装备去到咁远咧，其实都几唔方便嘅。如果喺城市当中可以揾到一片落地，搭个帐篷、叹杯咖啡，方便之余都几惬意噶。跟住呢一个地方咧，真系啱晒你啦，而且咧仲好适合暑假家长带埋小朋友一齐去 chill 一下。在繁忙的工作生活中按下暂停键，来一场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是当下不少人的选择。今天我们就在城市的高楼大厦当中找到了一片绿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约上了3两好友，在这个搭起了帐篷的咖啡馆里面谈天说地，享受着生活中片刻的宁静和休闲。近年来露营旅游休闲需求快速增长，越来越多都市人喜欢将城市露营地当成一个可以短暂喘息放松的地方，亦都有越来越多人渴望在忙碌紧张的工作生活当中寻找片刻的自由。所以各地都渐渐兴起了公园20分钟效应、城市里面的乡村等等这些新概念。我们青海人在 DNA 里面其实就有浪山的基因，所以大家每到周末天气晴朗的时候都有这个浪山的需求。带着全家人，对吧，一块去体验一下大自然，把自己放松了，玩一玩，工作是工作，对吧。可以看到，对于许多露营地而言，要在完善基础设施的前提下，了解受众的消费需求，打造出更多互动性强的社交业态。所以在社交节奏快、生活压力大的当下，来一场城市逃离计划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跟住落嚟咧，我哋去远少少啊，不如去新疆咧。新疆唔通就系去最近好受欢迎嘅景点阿勒泰？嗱，新疆嘅美景绝对就唔止阿勒泰嘅。咁今日咧，准备带我哋啲大小朋友咧，去睇睇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伊宁。在新疆伊宁市客栈旗民族旅游区街区里面，超过20000户特色居民庭院星罗棋布，走入当中就好像去了一座的建筑博物馆。兔达洪巴依的旧居是当地民居的典型代表，这个始建于1931年的建筑融合了俄罗斯族、维吾尔族、汉族的建筑风格，是当地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代表性建筑之一。目前当地正对这里开展紧修葺工作。我们修缮的这个原则呢，是必须要保留我们这个八一大院的这个传统的建筑的这个风貌，砖木建筑风格。然后呢，也是为了我们方便，就是更多的游客在这里能感受到我们伊犁传统建筑的风貌，体验我们这个庭院文化。
呢度而家经过整体改造，同时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风貌焕然一新，吸引咗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嚟。旅游区现时有近20,000名居民就近或者居家就业创业，直接或者间接从事旅游服务业，令这个老街区展现了新面貌。同时当地亦坚持将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充分利用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资源，形成独具魅力的中华文化旅游体验。我哋嘅资讯包罗万有，接住落嚟呢一个游会系关于啲乜嘢嘅咧？立即去了解一下啦。呢度矮咗，就要再整高一啲先。呢度够高啦，呢度够高啊！呢班学生有啲砌天坛、故宫，有啲砌高铁。原来佢哋系用积木砌出心中嘅祖国。呢一日呈牵祖国继往开来，黄大仙区中小学生砌积木比赛举行启动礼，超过350名学生上咗一堂特别嘅国情教育课。呢个系一个太空嘅通讯站啦，我系对航天有少少兴趣，所以就向咗呢个方面谂，希望自己可以攞到个奖咯。咁啊，有啲又话做火箭，有啲又话做太空站咁样，咁就即系集结埋大家一齐啊！不如我哋即系同个主题相关啦，即系中国会唔会有个未来有个太空嘅基地咧？即系可能喺月球啊咁。咁佢哋咧就将佢哋各自嘅意见咧就综合埋一齐去一路咁样去 make up 出嚟咯。佢要用创作嘅思维点样去谂？將來中國的面貌，將固有中國的歷史再將它搭建在現有的科技或者現有的思維裏面，再將它配合變成一個新的面貌。每組學生透過4000塊積木組件砌出與中國歷史以及近代國家發展相關的作品，在動手的過程中加深認識國家的文化、經濟、科技等各方面的國情和發展。將整個國家的大好山河同埋近現代的科技成就咧，都融匯到砌作嘅比賽裏邊。既係可以幫助到啲同學仔了解國情、了解歷史文化，同時咧就係好有趣味啦。又有比賽喎，比賽大家力爭上游，咁有啲鬥心可以激發到出嚟。咁所以咧，即其實將不同嘅教育嘅元素都組合其中，咁達到嘅效果就更加係鮮明嘅。在開賽之前，兩位香港立法會議員為同學仔帶來精彩的國情宣講，啟發他們的創作思維，增進學生國民身份認同感和對家國的歸屬感。剛才我就通過四個方面，包括個高鐵、汽車、太空，以至到其他不同方面跟大家做個分享，希望通過這個宣講令到同學仔能夠心懷理想，能夠貢獻香港，特別要我們為我們國家的這個繁榮昌盛做出貢獻。活動結業禮及頒獎禮將於9月28日舉行，學生作品將於9月28日至10月1日在樂富廣場公開展覽。情是祖國那份情，就是很希望呢我們的學生都記得，就是這75周年我們有很多無名英雄為我們做的即是所有的貢獻。而繼往開來的部分呢，我們就很想就是我們的學生當他們了解了我們現在已經有一個很好的基礎了，在這個這麼好的基礎底下，我們怎樣可以下一步做好自己去報效祖國。國家安全或者愛國的教育呢，都是我們方方面面，我們很希望透過一個生活的態度，或者用一些較為遠性的方法呢，讓他們了解其實這件事呢跟我們很近，跟我們息息相關的。咁所以呢方面，我哋民政、我哋嘅地區團體咧，都係每一天都做緊嘅。鳥瞰神州，精彩在線。在廣西河州，有攝影發燒友前後歷時5年，用延時攝影記錄了當地的姑婆山、華山水庫、中山水脈田園等地的星空。山峦之巅，雲海上空，樓宇之上，星河爛漫，璀璨浩瀚。節目的最後，我們就跟住鏡頭一起去領略一下大自然的魅力。今集的灣區傳媒體時間差不多，下集再見，拜拜。